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会稍微比较特别一点点，因为今天是一支算是朋友的朋友，刚好是一个吉他手，那个吉他手叫阿福。然后如果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的人都会知道我其实稍微会一点音乐，那就刚好有那个朋友牵线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吉他手算是要合作，就我们会有两支影片。那我们现在大家看的这一支呢，是我帮他以我自己喜欢的风格去帮他稍微做改造，但也并不是说他的风格不好，但就是说我用我的风格去诠释他的造型这样子。现在大家看这支影片呢，等一下我们会就去一个地方啦，就是我们会去 Zara 金正的 Zara， 因为刚好 Zara 最近在打折嘛，最近是折扣季，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可以用的这个折扣季，然后顺便看一下说有什么好买的东西。那因为重点是阿福很瘦，阿福真的很瘦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让他挑战一些女装的部分，因为像我自己也会穿一些女装的，例如说牛仔裤也好啊，什么都好的。接下来下午会录一支 cover 这样子，但是现在的天气看起来有点阴阴的，所以不知道等一下天气会怎么样。对，因为原本预计是在室外进行这个 cover 的拍摄这样子。对，这是一个我期待蛮久的企划，而且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企划这样子。因为除了帮人家做造型之外，其实我不太帮人家做改造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，我的风格不一定会适合我改造的那个人，所以我个人其实没有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刚好他也 OK， 那我们刚好也要有另外一个合作，所以我就觉得说 OK， 那我们就试试看。然后到时候影片的话呢，会是这一支，然后阿福那边应该会有另外两支是 reels， 就是直视的影片，然后横的应该都会在我这边。对，那大家就拭目以待。这边一个直的，一个横的。我车门还没锁，你直接丢就好了。848。谢谢。谢谢，小心啊，谢谢。骨灰哥。我应该叫你。你有新名字了，骨灰哥。骨灰哥。骨灰哥。过来比较快，因为结账。对。然后结果我就是没带钱。那怎么办？我后来就打五折。金屁股，我就还走金屁股啊。我这次其实会想要让你穿女装为主，因为她很瘦，她可以穿女装，像这种。可是真的感觉可以穿的。可以啊。我都不知道女装可以穿。但我跟你讲，楼上可能还有打折，我进去看看楼上。我喜欢的件，咖啡色。你跟我讲干嘛？我很可惜，让我们说看。可很可惜。要不你套套看好了。好像你有的衣服，是不是有一件这种？好像有。哎，其实我觉得不太短。对啊，接受。我觉得这颜色还蛮好看的，只是我只是担心腰围会太大，对吧？那颜色蛮特别的，只是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的好搭，说实话。阿布，你觉得 S 号很配？我觉得穿起来，我会有人下美式耶，龙卷风没？美式龙卷风。穿那种短，然后露这里，你觉得只能这样搭，我很奇怪。我其实觉得短没有问题，但问题是，这个看起来这也没有问题。哦，这没有问题啊，你穿高腰一点点，因为如果你瘦，因为像你很瘦，你的腰露出来一点。哦，没有，它里面要穿一件 T 恤。我觉得不要穿很短。
阿童，你没有穿背心吗？没有哎。忘了。我觉得下半身够了，现在主要是让你找一些对方。会不知道吗？给我算多少吧，因为他是五十号。哎，其实不错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正价便宜。可以扎，我觉得扎比较好看。他缩小，有那么夸张？你那么瘦，戴眼镜啊？还行。正好，没有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人瘦真好，操！你很瘦吗？人瘦真好，知道。你敢穿这个吗？可是我觉得那件需要点监狱这种开展。对，真的那个跟西外的，你帮我拿出来。我还是觉得刚刚那个黑手最好。嗯，而且我觉得你还要点监嘛，还要有点钱的东西。那我还是有错。好，对因为我觉得他真是他会比他点东西，因为他太瘦。因为我是觉得他可以穿欧美，就是让他有欧美的瘦，就是上半身的穿。你真的太瘦了，你真的太瘦了。还是他不要套，他直接皮下减少。哦，也可以，怎么可以？增加一点。我其实你穿这样也好看，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我觉得会比较利落一点。我选这样，这个，然后是这个，然后意外可以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你考虑一下，因为我们觉得好看，但是我不想要说。你买了，然后你其实我动的，那我再买，不然给我，要不是没有我的 size 就买，如果是 XL 我就买。刚选真的很好，很好。去参加婚礼。特性。
深色也可以。可是我真的是因为我原本就环境被迫要会服务你，所以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。想不到吧？张进去了，张进去，就是这个好一点吗？啊，对，还没解，刚买的，刚买。稍微这样，收音到位，不会，收音到位。这个还不错，多发，好吃吗？这个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没有，哎呀，还是王乐卡布鲁的，是谁的牌？因为我看再高一点。稍微往老一点，那就有点太多了。哦 ，OK 了 ，Super Easy。小康的一个裤子，裤子挂的这个，可是没有东西。可以帮他换项链。有，我觉得项链可以拿掉，然后我直接帮你绑上去。拜托。还带着那个，就是装狗大便。狗屎呆。大家小狗，小狗呢？小狗狗，小狗呢？他最爽。我们要去哪儿？他最爽。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